哎，警告，检测到大量辐射。哎，等等，别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毒液吧？爆炸炎域，赶紧，等等，我们先穿下胸甲啊，把防御力提高，然后呢，咱们先出去。哎呦，好在它这个毒液的伤害不是很高，但是，哎，我们也没有中毒。那看这个样子的话，咱们应该找到了这个毒化洞穴，我们想要的大量物资应该都在下方。太不容易了，我们终于找到了。哎，应该就在下边啊，兄弟们，我已经看到了一个特别大的矿洞。没有错，我们换一下。哎，没有换上。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个东西我记得它，把它干掉啊，它有我们想要的东西。来，我们这个击退还是特别不错的，打不到，四肢发达，头脑健壮，嘿嘿嘿嘿。这边应该是废料罐，没有错，废料桶，这个东西也带一下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不管了，兄弟们，能带的都带一下。虽然说我们之前玩过这个模组啊，但是有很多内容发生了更新，又加入了很多特别好的东西，所以说咱们把这些没有见过的都给它带上。不过现在呢，咱们已经中毒了啊，在中毒的状态下，我们吃东西是不会回血的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小心一点。这边这个硫磺晶体，咱们可以用来做这个火药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应该是啊，哎，没有错，可以做这个火药。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找到核能苦力怕。打败核能苦力怕之后呢，咱们就可以获得裂变核心，然后呢，咱们就可以做核能天梯。有了核能天梯，咱们就可以炸远古残骸去了。小僵尸，这东西是最烦的，把它干掉。这边还有，哇，这个僵尸41点血，哇，僵尸在毒化洞穴里边应该也是被辐射了，发生了一个变异啊。这边还有一些变异的蟑螂，不管它，我们把这个硫粉带一下。当，怎么感觉有点恐怖呢？哎，这边的僵尸比较正常啊。这小白还骑着蟑螂，我真服了，把他们干掉。黏糊糊，恶心心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边看一下能不能找到核能苦力怕。这蟑螂是真的烦呀，谁打我？小白，等，我们的血量不多了，怎么感觉这个毒化洞穴比较小呢？哎，核能苦力怕，哇，在这边。等，大哥，砍他！哎呀，还有这个东西，完了，警报已经拉响了，这个苦力怕要爆炸了，这个爆炸的威力还是特别大的。别，大哥，我们先把这玩意儿干掉，它太烦了，爆炸了，完了。哎呦，只要爆炸我们肯定是必死无疑的。在毒化洞穴里边最难受的是会中毒，我们吃东西不会回血，这是最烦的。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做一套防化套装吧，有了防化套装之后，我们到毒化洞穴最起码我们还不会受到辐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防化套装怎么做啊，之前我们是做过的，但是忘记了。实用物品，哎，对，需要用到聚合物板，制作聚合物板需要用到冬季瓶，还有这个毒化烂泥、硫粉、铁锭，还是比较容易的。但是这个冬季瓶的话，应该是需要我们用瓶子来装的。我们来烧点玻璃啊，然后把这个玻璃瓶做一下，多做一点吧，需要用到的还挺多。我又回来了，兄弟们，但是我们这一次居然没有中毒，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等，我们先把这个僵尸解决下，然后呢，咱们去接一些这个冬季。是接这个吗？酸液，哎，为什么接不了呀？哎，等，哎，什么情况？但是我们这一次居然没有中毒，那要不然就算了吧，兄弟们。因为这个防化套装呢，其实它的防御力是特别差的，如果穿着防化套装，我们在这个毒化洞穴里边，我觉得我们估计是谁都打不过。哎，核能苦力怕看到了，这次咱们用弓箭离它远一点，它就不会爆炸了，对不对？嘿，我太聪明了，兄弟们，危机解除。这下边还有这个怪物，用弓箭射它，来呀。不过我们用弓箭的话是没有抢夺的，如果用箭把这个核能苦力怕干掉的话，应该是有抢夺的效果的。我们去捡一下啊，捡一下掉落物，这个没有射到。电变核心就是它，兄弟们，我们需要就是这个东西啊。好，一刀，没有错，就是它。好，咱们再找一下这个苦力怕啊，对我们来说这个东西很重要。这边又刷了，兄弟们，这次咱们射它两箭，然后呢用箭把它砍掉，要不然的话用这个弓箭是没有抢夺效果的。哎，两箭它直接没了，这么脆的吗？等，我们去捡一下啊。应该只有一个，哎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射他一箭，然后呢，咱们用这个抢夺三的大宝剑来打他，快，趁他没有爆炸 ，OK 掉了。这边还有，看一下一共几个，一共3个，3个肯定是不够的，3个只能做一个核弹，我们需要很多的核弹，而且呢，咱们还可以做一个核弹的遥控器，咱们尽量多搞一下这个核心。
其实这个核农苦力怕啊，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恐怖，只要在它爆炸之前把它干掉就好了，它没有任何的攻击性啊，只要在爆炸之前把它干掉，一个射一箭，我来了，来吧宝贝儿，一刀，两刀，再来一刀，快点，这边还有，哇，后边还有一个，等等，等等等，先迂回一下，先把它干掉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，一箭，来 ，OK， 解决。还有吗？看一下几个，九个，其实也差不多啊，哎，差不多了，九个我觉得应该够了。这边又看到两个，那就把它干掉吧。既然已经来了，对不对？一箭，两，哎，好，我们射它两箭之后呢，其实咱们可以再射它一箭，但是这个拉弓的力量不要太大。哎，你看这样的话，刚好他们死不了。OK， 这个时候，哎，这玩意儿是真的烦。等等，来来来。哎，轻轻一刀他就没了，上边还有一个，别动别动，一刀两刀 OK， 现在我觉得差不多了吧，看一下14个足够了，兄弟们，那咱们就先回家做核弹去。好的，先做一个看一下，哇，核弹出来了，无极死神，我就是死神啊，兄弟们。然后咱们接下来还需要多做一点啊，我们一共应该可以做6个，哎，刚好可以做6个。不过我们先做一下这个遥控器吧，有了遥控器之后咱们才可以启动这个炸弹。哎呦，这个遥控器需要用到聚合物板，那这个冬季瓶咱们必须要收集，要不然遥控器都做不了。那咱们再聚一套吧。我知道这个冬季怎么接了，是气体，咱们在这个地热通口给它接一下就好了，瓶装毒气，哎，可以全部都给它带回去，聚合物板做一下，然后呢咱们就可以做这个遥控器了。来，遥控器，遥控起爆器，那接下来我们把所有的核弹都做好就 OK 了。好的，兄弟们，最后呢我们一共是做了6个核弹，下期呢咱们就可以去炸远古残骸了。那好，兄弟们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大家拜拜。